就很棒。大结冰，翻糖大舞台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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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翻糖大舞台。哦，有道理就来。愿你梦想。来君，敢不敢对身份？敢。来君，敢不敢对身份？敢。王爷对身份。那好的，我跟拉君去对身份了。我跟王爷走。你们去，你们去，你们去。啊。嗯。我跟王爷走。什么情况？哦，大爷，你过来干嘛？你跟我来干嘛？没有，我走了。江小白，那我听你怎么说吧，好吧。喊的这么大声，对吧？大家都听到了，是不是？那就听你怎么说吧，好吧。这个饭堂，有人上来动了一刀，喊的很大声，耶！过。哦，我的陪初初公主发言，我是好人带刀。我开局跟西恩出生在娱乐室，他说他是好人不带刀，我说我是好人带刀，我说 OK， 听你发号施令。西恩说 OK， 我直接给你抿。然后我们在那里观察了半天，西恩说何太太，我说 OK， 我笑了，我一把刀了，然后我说耶，哇。为什么我总觉得这种情景似曾相识？那说是，是这样的，我是在那个法医系跟太医复活，我跟太医复活，现在的我的位置是在这个医疗室，然后呢，旁边有太医，有王爷，有，哎，不对啊，王爷当时你旁边是不是站了个何太太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差了吧，其他的没了，就我感觉哈，猪猪公主被拘了，那应该是好牌走，是好牌走的话，那么那西恩姐我暂且就是先认一下，其他的没过。嗯，听前这位发言，然后猪猪公主发言的就是才刚说完，到叔叔就直接被拘了，所以我姑且会先认猪猪公主跟西恩姐是两个好人。我是在食堂那边做了一个任务啊，我是扮演这位单手牌，但是我做了任务，等一下进去可以看一下进度条有没有动，是我做的，好吧。我还想听后这位发言，还有西恩姐怎么说哈，过。嗯，我跟叔叔小狼狗在反应复活复活之后就走到这个医药室，我看到王爷跟谁呀、啊？是何太太吗？再帮你说一下，王爷跟那个谁，他们从娱乐室出来往外走，说你们两个去干嘛？然后我就跟他们在后面，发现最近我又往娱乐室跑了，我挑反头了，然后这个就报警了，好吧？我感觉王爷跟他那个啥最近了，有点，这是我的信息的过。这个你们都能相信个咩？这一集我好像看过，那该剧情就是西恩尸体了，然后骗了猪猪去刀了一个白名，所以猪猪正义使者直接被踩死。那我要投谁？我要投轩了。好人发言又被拘了，那猪猪如果提二的话，我觉得耗子西恩应该也都能算半个好吧。刚才我听发言的那个意思，太爷说是如果猪猪是枪对了人，何太太是以坏人身份走的，那何太太跟王爷他们两个抱团往出走就不太对劲了。那太爷描述这个场景跟走位来说，我觉得挺真实，所以我会信太爷吧。听王爷怎么说过，猪猪如果正常发言，当时我也在放他，那就不好猜了。那就是如果猪猪要猜他是猜一个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好人带刀身份组。然后如果说你要盘西恩是一个坏人，那猪猪公主一个好人带刀高的时候，西恩应该上去就补一刀，而不会让耗子再报到这个情嘛。所以在我这里，希望耗子应该可以认半个好吧，过。王爷这边发言啊，我觉得刚刚前座位发言里面，在我这边听感比较好的是谁？叔叔、餐餐、太医，他是有自我保护意识的，所以我赞成他这样牌也为好。然后的话，就大强的话，你是顺着谁的思路，直接就是踩，相当于就是踩了一手，就踩了一手谁呢？踩了一手我，还有我，我跟拉奇，好吧？当时我是跟拉奇是从是在那个娱乐室在哪里？是在那个医疗室上面的过道这边。当时太医看到我有自我保护意识，所以太医在我这边认好的，好吧？叔叔这边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好人带刀被抢走的。西恩在我这边这张牌我是不认好的，好吧？然后尤其是大强，你这张牌刚才的发言在我这边就是一个废牌，好吧？然后修可爱在我这边的话，我只能认他一半好，好吧？我这边的话如果要过的话，我肯定会归西恩的，我认过。发言确实这题我演过，那猪猪应该是好刀多，那西恩是不是那个好说就不知道了。我想听一首西恩，你为什么让猪猪当何太太的？有你说的好，有你归，你说的不好就投你过。西恩发言，首先我知道饭堂，我跟猪猪复活在一起，我说猪猪，我这么好人，我不带刀，我说我在左边罚站，他说他好人大的，我说OK， 我替你抿。当时所有的人，那么多人，只有何呆呆站在下面不动，也不说话。他上去把他刀了，耗子上来补拍得紧。如果我是坏人，我问猪猪是不是，或者耗子是不是？耗子他有刀，耗子一定会好，为什么？他有刀绝对会刀猪猪，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，他一定会补猪猪。那么耗子一定不带刀，我有刀，我一定补。所以这把我要打谁？猪猪发言，叔叔发言，发言的时候中间考了一下，是不是你不知道是不是你狙猪猪的时候弄了一个词儿？然后王爷你要保，你要打我，那我就打你王爷。好人如果信我，我进去可以自证身份，好吧？我的身份能验证，全票打分王爷过。算了，我只是一个秃鹫，投不投票这种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死了之后我才发言的呀。啊！糟了！坏了！西恩，我一个气坏了，坏了，他就说错了。看一下身份能量，我做任务，身份能量。你怎么验？你什么官僚姐吗？啊，对，能验。OK， 那你看我的屁，你来，你看一手。你怎么知道？来来这儿，哪里？人呢？人呢 ？OK， 王拉奇一起，三个人一起。他说他要给我验。你在对面。OK， 你在我的中间做裁判。哎。OK， 这一把那就不用说了，全票打分恩姐，好吧？他给他乱归，把王爷给归了。王爷一看就是好人走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把投谁？投恩姐。过。不，这一把上一把我是起来跳
跳要打这个仙了，但这把我要小保他一手，因为呆呆应该是鹈鹕走的，那票七票是我偷的，所以这把我保他。猪猪公主没刀错，我能说的就只有这么多，过。姑姑发言，那就我刚刚在，能说吗？反正我跟拉居一起去验仙身份了啊。你听西恩聊过，不不，你只放了一个屁，全票打飞太医，不多说，我死我再带走。我放了两个，好吧，过。耗子发言，太医铁坏，肯定的。他不聊这，他拍你儿子这个人的尸体的信息，他只聊西恩，只打西恩。我靠，你在干嘛啊？珍珠奶茶、江小白、江修白。三个人死了，没有，我是去了就没。我和珊珊在一起，拉去和西恩在一起，对吧？什么操作？不不，看看谁换了身份。但是我就是说，西恩姐是上一轮我信的，拉去这一轮是采仙保仙了，现在，那对吧？那然后只有叔叔、太医和布布布三个人在我的眼中，布布现在没了，对吧？那就是叔叔和太医，先头太医过。我眼里的蓝空问苍苍更太医啊，西恩姐我是认好了，你是上一轮那个猪猪公主是刀了一个鹈鹕，那西恩那一刀我是认，西恩那个我是认的。王拉奇这一轮是把西恩姐放了的，我也是认好的。耗子是一张第一轮报警位没有补刀的牌，我也认好。那我这里的位置只有苍苍跟太医，先出太医啊，他不聊秀可爱，刀架了大了，其他的没了，出太医过。叔叔你不能打我进狼坑啊，我说了我做一个任务进去之后，耗子也看到我左上角是做了一个任务的，这一把我是可以铁心耗子的，因为我们两个全程在一起，其他这么多人死了，然后太医看不了屁，我觉得我要出太医好吧，过。OK， 我要准备好嘲讽布布布了。哇，恩姐不是光脚吗？啊？是啊，恩姐，那他为什么举错了？我不知道。这就能举案来？不是啊，你这就能举案来？你听我说，我一共放了三个屁，他说他看到一个，我放了三个屁。让我说一句。说。不，破！不是，他说他只看到一个。你这都能举外来？我这么说啊，叔叔把耗子刀了，王拉奇把那个鸡腿吃了，对吧？全票打回叔叔过。拉奇。我知道你应该只吃了一个，你赢了应该是赢不了，但是我能让你吃饱。星星看得到屁的，看得到，我看过西餐是吧，都搁那想好了西餐，我受不了了。王拉奇我跟你说你吃不饱了，虽然说叔叔这个坏男人想看得到吧，我跟你说你绝对不能信，看不到吧，你看得到吧？这个叔叔投了，不然你也赢不了，他有可能进去误杀就杀你，好吧？过。啊！没想到这一局决胜局选择权竟然在我手里，我觉得我们秃鹫站起来了。这一把，我既然保了仙，那我就不吃他。我尊重我的决定。那咱们吃三餐一样的呀。哦，你到底了？你咋不早说？哎呀！速开，速开，下一把。你咋不早说？快开，快开，让布布布下分镜头，让布布布下分镜头。来，姐，你的选择，快，准备，开，速开，速开，开。
速开！啊，布布要速开的吧？我不能看谁啊？你说一个，我猜你心贱。我只看了两个，我放了三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只看到两个。我家猫说我去擦下地吧。好了，没事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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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接，不接，不接。哎，不接，不接，不接。不让你接，不让你接，真的好吧？不是，你怎么我跟自己反着买呢？我放了三个，他放了三个。事实证明，事实证明，你怎么样都玩不过我。安检快点，顶不住了，我感觉他要没了。你开，你准备啊，开！什么？不是，快开！就很棒。